Hello Jason， 今天呢我很开心我就認识了苏小姐。其实苏小姐好像就在渔心广场。是啊，渔心广场认识的。就买过来 product， 就今次呢就来试做我们这个有机染发。感觉怎么样？初步从敏感度啊、味道啊、舒适度。味道呢很舒服啊。其實有啲草香味咧，我自己買 product 翻嚟試，我自己都覺得都味到。咁另外咧，嗰、那個即係過程咧都 OK 啊。另外初步最後嗰即係加埋呢、這個效果係非常之好。效果好啊！冇諗過有機都做到咁靚，好立體感啊！其實係啊，同埋啲顏色都好自然啦、啊，即係同出邊做嘅差唔多，即係做 chemical 嗰啲差唔多，發揮又即係都幾好咁樣。咁多謝你支持啦，而 Hair Oasis 咧今日嚟到，我係第一個客親手同你做多謝。因為我好少落鋪，不過因為阿蘇小姐直接揾我，咁我哋就認識咗，又講起原來喺漁心廣場嗰邊認識嘅，咁我特登今日就落嚟，就咪親自操刀，希望佢滿意啦，因為我好細心啊 ，Jason， 即係我係生手嚟嘅，咁啊多謝阿蘇小姐真係支持，真係好多謝你支持有機產品。OK， 多謝曬你 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係啊，呢邊係你嘅。最後咧，我喺呢度咧要再次多謝阿蘇小姐啦，因為我哋好明白客人幫襯你啦，就算滿唔滿意都好咧，即係冇乜必要同你分享嘅。咁但係蘇小姐，我哋其實今日係第一次見面啦，咁佢都好樂意同埋同意分享咧，我係非常表示感激嘅。咁亦都去相信我哋啦，信任我哋先可以做到。我期待咧今次嘅服務咧可以令到阿蘇小姐滿意啦。兩種健康嘅染髮服務咧已經喺部分髮廊開始提供，我誠意邀請大家都嚟試一下啦。希望咧喺未來可以喺唔同嘅區份啦、唔同嘅鋪頭咧可以有機會同大家服務。多謝。